星战，你一个人吃饭？刷卡，刷卡。星山，你今天怎么一个人呀？陈启南他们呢？他们有事儿。袁姐，你疯了吗？你刷三次饭干嘛？你别在这食堂游魂了好不好？要不要我给你买点银杏叶片补补脑啊？我找到位置了，先过去了。啊，阿姨，你快点，快点，快！等等我，袁姐。张梦洁、秦深，你们也在这儿吃饭？好巧啊，一起吃吧。秦深，你平时都是在食堂吃饭的？不在食堂吃饭，能在街上吃？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会不会去商业街之类的吃？秦深，你是不是宣州人啊？我同学了这么久了，哪人都不是。你叫秦深吗？嗯，我可不叫这么伟大的名字。是不是该公开了？确定要让我这么被人觊觎下去吗？刘星星，我还有点急事儿，先走了。嗯，我还没吃饱呢。你不是要减肥吗？走了。去啊，我先走了。真没想到。什么？你居然是这样的人，以这种方式威胁我出来看电影。能有效果的方式就是好方式。这是我新买的手机壳，好看吗？好看，我也给你买一个。你可不可以用另一只手拿手机？这有什么区别啊？果然学雕塑的女孩子手就是粗糙。你还摸过哪个女孩子的手很细腻？我妈。你等等我。来，您的票，谢谢。你好，取票。好。谢谢。不客气。是丑娃娃吗？要两张丑娃娃。要。看来咱俩审美一致。你要哪一种？看动画片能洗涤心灵，净化灵魂。你买好票了？你弟弟拍。我跟你说，这个电影的口碑特别好，每个角色都呆萌呆萌的，很好看。你生气了？就是因为刚才我甩开你的手？别生气了，
光天化日之下要注意影响。我那个都是单身太久的后遗症，本能反应。待会儿电影院里黑，你可以为所欲为。你好，需要两杯可乐，然后一个爆米花。错了，我的是一号锁，这里面。走，哎，怎么是这块吧？我看看啊，那儿吧，是吧？哦，十七座，你是不是买错了？没买错。你什么意思啊？光天化日，注意影响。哪有看电影的情侣搓一头一尾的？ I have to believe in myself. Sure. So how do I do that specifically? Well, a wiser doll than me would say you should stop listening to what others. 我知道我错了，以后不会再甩开你的手了，好吗？ You want to read my tea leaves? Come on, come on over here. Hit me. Just a quick look.And then we'll turn back. Yes! 我那是应激反应。You want to read my tea leaves? Of course. You know, reading tea leaves is not really my thing. But I. 你再不理我，我要开始卖萌了。Your forehead looks nice and bright. Oh, you mean me? It's not what you see, but what I see. leaves. I need to leave. All this time I've been waiting for my kid to find me, but I should find my kid. Wait, what? That's not what I was saying at all. Thank you so much, Lucky. You're so wise. 哎呀，帅气的情深，人家知道错了啦，你大人有大量，原谅我一下啦。我们是真爱，哪能为这点小事闹矛盾呢？原谅我，好不？Even Danny would still need to hold all our weight. Hu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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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Anytime now, guys. 请尊重电影工作者的劳动成果。
哼。